谢谢 Qvin 你带来的欧巴卡奇玛，看他们跳舞有一种很甜的感觉，可是甜中又带一点点，我觉得女人味那一种杀气，类似那个大法师有没有？哦呦，刚那一段真的好顺哦，他这样嗯，好像做那个对啊溜冰鞋这样滑出去，然后最后起来，最厉害的是那个反弹，什么反弹？起来之后我们以为没有了，他是往前撞之后反弹，哇，那个那一招太强了。欸，就我看的没错，那个应该是失误哦。要不要问一下本人？那不是故意反弹吗？我们先问一下，我们成绩已经送出去了吗？当然已经送出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任何事情不影响分数了？不，绝对不影响。好，来，最后反弹那一招是特别练的，还是刚刚出错？就是刚刚出错，因为就是太靠近前面的人。但是看起来很厉害，他 hold 得很好啊。对，不过说真的，刚刚呢，整个风格给我们的感觉是属于比较韩国风的舞蹈，所谓 K-pop。嗯，可是你们擅长的，根据我们资料，你们是最厉害的是 New Jazz， 哎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 K-pop， 可是因为我们最擅长的是 New Jazz， 所以我们有融入一点 New Jazz 的动作进去，算是反差萌吗？哎，哦，这形容得很好，哎，算吗？应该算是吧。哎，从怡君姐姐问就说是，是吗？是。哦，好，好，导播我们就剪刚刚。我在帮他们。对啊，而且这一个团体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不是说他们通过一次考试之后呢就一劳永逸，是他们每一年都要不断的考试，是不是有这个资格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团体 ？Q Mini 这么严格哦。要考什么？会有一个老师编一段舞，然后我们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记起来，然后最后就是个别进去这间教室表演。嗯，可见你们一个一个通过这么严格的考试，表示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爆发力跟自己的大绝招。那想不想 solo 一下？好，六个哦，一个一个来哦。Q Music， 我们开始。Q Mini 的。